Julieta QV 特別版1.8引擎，聲大力勁，車款選擇同歐系龍頭車廠差之千里。意大利代表 Alfa Romeo 只是可以定期推出一些限定版保持曝光率，不過今次並非單靠加包圍作堅力就算。為了紀念經典車 Julieta 在60年前面世，代理特別引入 QV 四葉草限定版，首次搭載科斯所用的 1.8 公升直四 Turbo 引擎，將馬力提升70匹至240匹，低至2000轉就可以全速釋出 340Nm 峰值扭力。配合短效車身，轉波反應利落的 TCT 六速雙離合氣波箱和降低避震的動感懸掛，爆上山公彎暢順起勁，极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44公里的加速，上车好轻松，看着转速表不停弹上4000转，听着厂方刻意加大引擎进气系统所发出的排气声，令到加速的感官刺激效果更加立体。新车叫做 QV 限定版，其实是意大利文代表四叶草的木梳草，这个图案是标志着品牌在1923年在赛车场上历史的一页，自此亦都成为较高性能车系的标记。车质有一个四叶草图案的三角形车厢，标板和门槛等等都有四叶的踪影。作为车价38万几的顶级版，多达30项的配备令车主感觉贵得合理。声大力劲的 QV 版再有 Dynamic、Normal 和 All Weather 三种行车模式选择，似乎更加能令这部火辣小缺配的精神发挥。